大家好，我是雷。今天的视频我们了解且将和奥古斯塔合作的全地型 ADV Lightning Explorer 幸运探险家 9.5 和 5.5。 5.5 的发动机和部分车架来自于贝纳利金鹏502， 9.5 的发动机来自于奥古斯塔 F3 800cc 扩缸到 931cc， 车身配色和设计理念来自于意大利卡吉瓦。新款的杜卡迪沙漠，它的设计理念和配色也来自于卡吉瓦，都在致敬90年代卡吉瓦大象900幸运探险家。因为卡吉瓦在1985年收购了杜卡迪和摩托莫里尼，1987年收购了胡斯瓦纳，1991年收购了奥古斯塔，然后2008年奥古斯塔被哈雷收购，2010年又卖给了卡吉瓦，反正奥古斯塔一直被卖来卖去。这三款车都有红白棕黑圆形标志，这个标志和配色叫 Lightning Strike， 是美国的一个香烟品牌，可以翻译为好彩牌香烟。这个品牌赞助了卡吉瓦1980年到1997年达喀尔所有赛事。 Lightning 的意思就是好运和幸运，卡吉瓦把下面的 Strike 改成了 Explorer， 就变成了这款车的名字，幸运探索者。另外都在拿奥古斯塔 9.5 和杜卡迪沙漠比较，这两台车完全没有可比性，因为杜卡迪真正参加过达喀尔拉力赛，而且卡吉瓦大象900用的是杜卡迪 900cc 微缸发动机，至于奥古斯塔从来没有参加过达喀尔拉力赛。这个宣传片大家看的热血沸腾，其实和奥古斯塔没有一毛钱关系，地主家的傻儿子瞎开心。奥古斯塔官网也没有这两台车，只是出了一个独立的网站叫探索者计划，有点类似于借着父亲的荣誉做些事业车型，说得好听一些，开拓一个全新的领域。事业的第一台车奥古斯塔 5.5 可能只对亚洲出售，它的发动机和部分车架来自于贝纳利金鹏502，对502的发动机做了扩缸处理，排量从 499cc 到了 554cc， 502 8500转48匹 5000 转45牛米，奥古斯塔动力曲线提前到7500转 47.6 匹，峰值扭矩5500转51牛米，但是金鹏502裸重213公斤，奥古斯塔 5.5 做到了220公斤，比 TRK 502都重了7公斤，加上20升油箱、机油、防冻液三箱，保守估计整备重量260公斤左右。标配 KYB 减震、暴雨卡钳、博士 ABS、 5英寸 TFT 液晶屏幕，就是一个换壳的 TRK 502，预计售价6万左右。奥古斯塔 9.5 的配置就高了很多，使用水冷加油冷 931cc 直列三缸发动机，最大马力125匹，最大扭矩102牛米，有7寸的 TFT 液晶屏幕，定速巡航、启动控制、八级清离控制系统、四种模式选择、弯道 ABS、 电子可调雪架、电动变速箱、电子快速换挡、电子离合器，而且整备重量也只有220公斤。相比之下，且将奥古斯塔 5.5 的配置就是凑合能骑，和 9.5 相比完全没有可比性。而且我个人认为这两台车型不会火，因为它的设计非常不奥古斯塔，除非它的价格非常便宜。就聊这么多吧，哪里不对多多指点。大家好，我小雷。今天的视频我们聊起世界上第一台搭载转子发动机的摩托，来自德国大力省 DKW2000。这辆大力省2000于1965年开发，上市于1974年，一共生产了1800台，后期停产于1977年。当时的转子发动机被称之为梦想引擎，是一种替代往复式发动机的新型内燃机。全世界各地的汽车、摩托车厂家都在和 NSU 大力省公司签订高额的许可费用合同，这其中包括铃木、马自达、丰田、日产、雅马汽车、雅马哈、川崎重工。后期便有了铃木 RE5、 雅马哈 RZ201、 川崎 X99 都是转子发动机。日系四大厂只有本田没有签订许可协议，自己创造了转子发动机，取名为 A16， 搭载于 CB125 车架之内。后期日系摩托用了3年时间，证明了当时转子发动机并不可靠。作为第一家转子摩托厂家， NSU 大力省也迅速停产，把所有的工具打包卖给了英国诺动汽车公司。诺动生产的转子发动机摩托是世界上最多的，这个故事我们在去年10月份聊过。与大力省合作的 NSU 也成为了大众汽车子公司，当时只有马自达坚持转子发动机，但是当时转子顶点密封件相当于我们的活塞环，就是图片里红色标记，它不能像往复式发动机那么稳定，会因为多方向波动的负载导致震动和损坏，因此不能整齐的压缩，发动机内部会刮伤或者漏气，类似于我们说的拉缸，就像图片里这个样子，属于异常磨损。马自达研究了50多年，攻克两个问题，第一是在密封条上面开一个孔来调整频率，第二是材质为含铝的高强度碳密封件。最终的效果，马自达 R8 13B， 它的耐用性差不多10万公里的水平。所以转子扯远了，再扯一会儿到了哈佛坦克。其实转子发动机耐用性目前已经攻克，我们放到视频最后。而这台大力省2000用的风冷 294cc 单转子发动机，它的风冷和我们普通摩托不一样，也是有风扇的，只是没有水箱。它的风扇在发动机前面，主要靠骑行的时候风速带动风扇给发动机降温。另外最大马力6500转爆发27匹到32匹，最大扭矩4500转爆发33牛米。
使用六速变速箱，实时多撇离合器，链条传动，装备总重量180公斤，油箱容量17升，百公里油耗8.5升左右，最高时速140。它这个排量可以说294cc， 也可以说882cc， 主要取决于你的测量方式。这个化油器是一个3.2厘米变化油器，带有脚踢启动和电启动两种，动力是通过一个90度锥齿轮传递到变速器。这个型号是一个早期型号，汽油必须和两冲程的油混合，后期有了自动注油装置，还可以看到油量。大家可别小看转子，也千万不要以为它的马力特别小，国外测试最高转速29000转。这就是为什么转子发动机让很多车友着迷。然后它的发动机有一个排气口，然后通过排气管变成双出排气。这一方面铃木 RE5 更厉害，液冷加油冷散热，冲压空气，进气冷却，一进二出双侧排气，两级化油器，双点火系统，旋转式的机油滤清器，五个独立油箱，包括汽油、冷却液、发动机机油、变速箱油、喷射油。当然大力神2000也非常不错，只是没有铃木那么成熟。我一直认为转子发动机没有凸轮、阀门、连杆、曲轴，所以它的重量可以更轻，体积可以更小，震动也可以更小，生产成本低，适合高转速运行。仔细想来，转子发动机的确很适合摩托。后期这家公司生产过转子越野摩托，取名为 KC30GS 全地形，但是由于价格太高未能销售。视频最后它用的是钢管车架，前碟刹后鼓刹。刚才我们说的转子寿命已经攻克，目前主要用于军事领域，比如鱼雷和无人机。我们国家在转子领域从来没有放弃研究，目前好像转子最厉害的是英国。告诉我这个事儿的是我国转子军事领域一个大哥，我也是听他说才知道原来主要用于鱼雷。大家感兴趣我邀请他做其科普，因为他有自己制作的转子发动机，所以转子发动机从来没有消失，只是存在于你不知道的地方。就聊这么多吧，哪里不对多多指点，感谢观看，拜拜，再见。大家好，我是小雷。今天的视频我们聊起雅马哈4-250 FZX250， 国内盟友称之为海豚250，欧美称之为 ZL250， 翻译过来就是热情、激情、狂热的意思。之所以叫海豚250，据说因为设计灵感像只跳跃的海豚，主要体现操控舒适、驾驶轻松。而且海豚250只在日本国内发售，只有少一部分到了欧洲。虽然千禧年前后通过水车进入我国，但在世界各地口碑并不好，主要是因为镀铬排气容易生锈，化油器橡胶部件容易开裂。而且这个三国 BDST 2.6 下吸式化油器结构笨拙，不好安装和调整，高转速回油瞬间容易熄火，很多车型都不好启动。其次，250四缸发动机油耗达到7升左右，甚至更高。最主要的一点，海豚250比较冷门，配件也少。虽然缺点这么多，但是优点也不少，比如较低的735座高，加速性能好，进排气口的长度和气门正时偏中低速，所以中低速比同级别车型扭矩更大。车身小巧，总长度在1.9米，一般摩托都在2.2米左右，整备重量也只有164公斤。其次，海豚250生产于1991年，停产于1999年，它的发动机来自于 FZR250，准确点来说，属于 FZR250的裸体型号。类似于本田黑鸟和 X11 的关系，只是海豚250排量更小，用的是一台水冷 249cc 四冲程直列四缸发动机，每缸四个气门，最大马力12000转，爆发40匹，峰值扭矩9500转，爆发26牛米，零百加速6秒左右，极速5档160，使用六速变速箱，链条传动，油箱容量15升，机油容量2升，换滤清器加2.2升，前轮胎17寸110，后轮胎17寸140，油箱上面有小型储物盒，可以放些杂物，座椅下面也有储物空间，排气使用4-2排气，使用钢制菱形车架，后双节蒸汽，前后单刹车碟盘。视频最后，雅马哈海豚250目前国内价格在3000到8000左右，同级别川崎宝马在4000到8000左右，铃木野径舍存世量不多，价格5000左右，铃木道飞250价格3000到6000左右，本田蓝宝石250价格4000到7000左右，本田小黄蜂250价格5000到12000左右。同级别车型目前只有本田系列卖价最贵，以上车型只可以收藏，不推荐上路。另外，世界上第一台4-250是铃木的 GS250， 而且4-250车型铃木最多，但是目前为止只有川崎笑到了最后。就聊这么多吧，哪里不对多多指点。